奖品一律买一送一，里面还有精彩的游戏和很好的奖品等着大家，欢迎大家都来进店体验，欢迎欢迎欢迎，里面请，里面请。走了吗？走走走走。啊，抱歉，先打扰各位几分钟，有些话想跟大家讲。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今天甜品店的开业仪式，谢谢你们。那为了感谢大家今天对我们甜品店的支持，我们今天特别设置了一个游戏环节。那我们一共有一个大奖和五个特别参与奖。那我们大奖的奖品就是我们面前这个特别定制的三层大蛋糕。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宣布我们的游戏规则了。规则非常简单，就是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先把我们指定的游戏关卡通关，然后把面前的这个蛋糕给吃掉，那么谁就是最终的大奖得主。上妈妈这儿来，你上厨房看看有什么帮忙的。我先来烧吧，我报名。来来来来来，人家穿条纹衣服的女阳光，你帮我报一下笑笑。笑笑，谢谢谢谢。哎，笑笑，笑笑，大家请坐坐吧。哦，现在还有一个空位，还有谁想参加这个游戏吗？等一下等一下，这还有，快去快去、啊、来来来，妈，是人偶怎么比赛啊？哎，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坐这坐这坐这。好了，那现在我们的参赛选手拿出手机做好准备，待会儿我数三二一，我们的游戏就开始了。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那三二一开始，快快快。看他们干嘛呢？好不好玩啊？手中的蛋糕，游戏暂停。这么快啊？当然了，恭喜恭喜。那我现在宣布我们游戏的大奖得主是这位冰果先生。还愿意再嫁给我一次吗？嫁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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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给他。我不愿意。走开，你到现在还是不明白，我失去的一切不是这一枚戒指能找回来的。
走，祖宗，高密，高密，走开！哎，别跑，祖宗，没事，没事啊，高密。